者曾文荣台北报道。胡国爱翔及谢欣主持民视综艺大集合经传意外，苹果报道。固定班底郭婷云在玩游戏时跳下气垫后无法动弹，明显受伤。爱翔急忙冲上前关心他伤势，随即将郭紧急送医救治。有民众声称直击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 PO 出现唱完整影片，只见郭婷云跳下后无法动弹，爱翔第一个发现不对劲，冲上去关心他状况。工作人员见状全都围过去，旁边民众则骚动窃窃私语，昏过去了吗？对此节目制作人肖杰修回应，他是玩游戏跳气垫，因为姿势不太对，跳下来时用手去撑，后来去医院照 X 光，还好没伤到骨头，只有伤到筋，不幸中的大幸。至于是否在血路单元，要看伤势决定。郭婷云跳下后没有反应，现场民众窃窃私语，昏倒了吗？白社自爆料公社郭婷云今上工前还在粉丝团 PO 图，白社自脸书。